风转大声一点。
跳。这个不会掉了，你们不要欺负我。欠了梳妆组的小姐，请要优秀一点。来啦，我带你们出去啦！要在这边，我要带到天堂里面，要不要？那你们都要看到裤子吗？身体里面都有吗？对呀，都没有。妹妹，这里没有人吗？妹妹，这边还有一间，这边还有一间，这两间有人。出去那边看，出去那边有好多椅子可以坐，好吧？看姐姐出去，姐姐出去，姐姐，带他们出去，带便当。高跟鞋要比出来，让它踩两下。高跟鞋啊，会不会很重？新的，我的还没新的在什么？五千块。我把它用那个吊带。怕怕，你一直被他。因为我们太可爱了，怎么办？哎，他腿高很差哎。Bro.
来美食广告。去拍屁王，去拍屁王。哎，搞屁事啊！去拍了，去拍了，去拍了，拍的哪个？你看他一直聊。终于啊！等我来。你给我拍。有爱心，快快快！哎。我的真的不见了。还有加入哎妈哎不不小心我好想睡陈宇友你等下好好等我等到我知道了吗还没我把这个那我们下去一下好那我们讲四九年你讲一下金融哥吗等一下讲啊因为现在他是说球没下去然后直接就还这个需要吗留着妈妈先拿好烦啊你
对对对，对他，对，他是瘦瘦的，对对对，脸型，有点虚脊背翘。干嘛？到哪里去了？好好，不要拍我，被定住了。特写，特写。这是我一边的房子，我在你身上。你要站着走，这样很累。我们家没有。叫他用蹲的，因为他太高了。滚吧呀！你会被抽过去的。快点，快点，快点！慢慢动作，慢慢动作。我给你加油蹲。慢慢动作。好点，他手机没有充。那个佩蓉，快先画。你头发梳好了吗？梳好了。从小就去念，从小我小就去念。然后他现在是升艺术大学生。不偷拍啊！不偷拍，不偷。我的背影要翻拍。耶！啊，我只能叫你，你就再站起来弄一下。好，费事，把你们的骨架跟乐器的位置往后移一点，不然他们每次过路都不好过。把你们在花莲所做的事情再做一遍，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好好的演。那、啊、你们已经玩了一整天了，我也知道你们很开心。可是该做的事情要做哈、哦，不管怎么样，今天晚上该做的事情要做好。再来，待会七点过后，你到二楼去，就是坐在那边，不要乱动乱跑。听到没？尤其几个大的，不要带头讲话，有没有听到？哦，然后现在在这里，我们等到全部的人到齐，我知道。不要再拿下。